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咖啡，喜欢动作冒险游戏的玩家，有福啦！今天要介绍一款崭新奇幻的 ARPG《亚特拉斯的陨落》，玩家要在沙漠庞大的世界展开冒险，透过手套的独特能力来进行华丽战斗。赶快一起来瞧瞧最新的游戏画面吧！《亚特拉斯的陨落》是一款奇幻风格 ARPG 作品，由曾开发《机甲狂潮》系列的团队打造。玩家将在一个充满古代谜团的神秘奇幻世界展开冒险，透过全套的力量，玩家将成为一名御鲨行者，可以在广大的沙海上恣意滑行，甚至能在空中飞行。场景中将有丰富的机关和宝箱等待玩家挖掘，在这危险的世界中也会遇到各种传奇生物阻挡你的去路。全套可以将沙粒化为多样的武器进行战斗，像是斧头、鞭子、利爪等等形态，搭配游戏中上百种精华石进行组合，就可以玩出属于你自己的战斗风格。战斗节奏相当明快且华丽，考验玩家的连招和闪避能力，整体风格颇有魔咒之地的味道。本作可以单人进行剧情，也能多人合作。游戏预定今年8月10日推出并支援繁体中文，有兴趣的玩家千万别错过喽！